你当间谍就算了，你还在办公室谈恋爱？那是孙秘书恭维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孙秘书？嗯。哦，那个跟我抢草莓派那个女的。啊？你们还抢过草莓派呢？没有，我可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又打我！我有没有教过你要尊重女性？ 是他先不讲道理的。你胡说！孙秘书人多好啊，脾气又好，还特别会关心人。反正我觉得还是星星姐最好。那当然了，这还用你说吗？从小你干的那些调皮的事儿，都是我在后面给你擦屁股，敢说我不好？星星姐口渴吗？我给你倒杯水。嗯，去吧。 喂，魏大少，我有份资料忘在你办公室了。哎呀，十万火急啊！我走的时候快红灯柱还在加班，能不能麻烦他给我送一趟啊？啊，不能。哎，你，我去给你取，你等着。 林听，嗯，你过来。这是怎么了？这好像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小雪花。我们以前在大危机教室上课的时候，偶尔会有干扰一下，不过是因为极其多。公司用车的行车记录仪哪来那么强的电磁干扰啊？公司用车？对，是用的车。 听着，魏总，难不成是有窃听器？看来我得好好检查一下。 红星星，你果然是老头子派过来的探子，贪凉是我。星姐，吃完再找，粥要凉了。好，来了。给你。呀，都学会照顾人了，这平时没白疼你嘛。好了，你快喝粥吧。你当间谍就算了，你还在办公室谈恋爱。